徐州书院街33号。喂，老爷子，你亲自去一趟郑州？有那么严重吗？许月已经在郑州了。什么？所以我肯定，这儿一定有老朝奉的窝点。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们这光天化日的就敢抢东西啊？嘿，还争着看热闹不要命的。老爷子安排我亲自办的事儿，你最好少盯手。原来也是道上的朋友。你今儿啊没让人给活埋了，都算你命大。揭露真相是记者的天职，只要那帮人不弄死我，我就必须得把他们做的事都曝光。我遇到个死胡同，我就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利用这个地址进行交易的呀。地址肯定没问题，老婆孩子没问题，难道是……我明白了。